神啊，包括本人我也是一位女神啊，我是国光女神，好不好？小朋友非常的捧场哎，好的，我看到台下有非常哈过他的粉丝，对不对？耶、yeah, ，好的，接下来就要欢迎我们的女神朱丽静，呜，掌声欢迎欢迎！尖叫声。
大家新的一年满满的活力。哦，哎，台下今天我看到后面有非常多你的粉丝，厉害粉丝们，哎，很多哎。那哇塞，前面的妹妹一定尖叫超大声的。哎，那我们最近有没有什么作品啊？还是要发专辑？有什么先上位？有什么讯息要告诉我们粉丝的？好，刚刚的第一首歌叫做《光的定律》，就是其实在年前，就是2016年底的时候才发表的一个新的单曲。然后就像这首歌里面讲的，就像光是一个很神奇的能量，只要它是存在的，只要这个光存在，不管距离多远，比如说最后一排的后面，是不是？对，如果你打开你手机的闪光灯，不管多远，我都可以看得到你。光是没有距离的，所以希望新的一年，我们都像光一样，可以突破所有想要突破的困难。谢谢。好的。
的一年的活力都充饱了。几首歌的时间，保留一下实力，好不好？怕你待会就，其实饿了也没关系，回去继续吃就好了。好，今天是一个，非常适合聚在一起的一个很舒服天气的晚上，然后几首很好听的歌曲分享给你。那下一首歌呢，是一首大人小孩都耳熟能详的歌曲。对，这个水果好像从前几年红到今年，今年又多了一个那个。老师，老师觉得我话太多，因为听到音乐就有活力的，根本不用讲很多话，是不是？现在这首歌的节奏非常的快，所以不管是前面的还是中间的，或者是远方的朋友，只要你双手有空，愿意跟我一起的，麻烦你让我看到你身上的 tempo 好不好？扭动任何一个地方，任何一个地方的摆动，跟着这个节奏，老师请了。You are
这五个字叫做存在的力量。那我先教你，好不好？试试看哈、哦。等一下你听到副歌唱，为了说。